近日，网上流传出新加坡的一位社交名媛的炫富照片，她家中的衣帽间里更有一柜子的爱马仕包袋整齐摆放着，供她每日搭配服装。对此有网友质疑，真的不是卖包了吗？还有网友直呼郭美美弱爆了。I've been fighting all of my life, always seem to